台湾上早有安冷气的火车观光号列车到达，已经60岁啊。虽然讲已经无伫咧走，不过去当时是真抢眼。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也特别规划展览，民众也当来体验这60年前台湾上界高级、上界派的火车。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举办的“技工50”观光60展览，透过复原工程，和民众回顾1960年代的观光号列车。桌上的这些摆设其实也是用以前的老照片去回复，不管是上面的西餐餐具啊，然后调味料架啊，烟灰缸，甚至是花瓶跟水壶等等的，其实都是我们去找了跟当时非常类似的款式。1960年代，台湾开始杀国际观光，观光号嘛是头一批有装冷气的高级列车。火车顶的菜单会当看出当时的经济发展。车头的观光号标识也特别用法文的欢迎，显示当时国际旅客盛况。伊迄阵的社会，也是讲迄个时代的观光，也是技工，确实嘛，有是带了一挂为着国家宣传，也是讲显示讲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意义。像现在时阵吼，拢有听讲有这观光车，但是无机会来坐嘿。所以顶面拢全是听阿伯阿叔有咧讲，所以就是有即个时间，大家来参观看卖。陈平忠表示，除了有列车参零组件展示，和民众了解过去的铁道文化、技术演进，这边也特别整理侪侪文献资料、影印作品，透过无同面向呈现伫咱生活记忆中的火车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